各位观众大家好，欢迎收看云峰对决环球功夫大师争霸赛，我是解说何鹏。今天我们非常有幸请到了北京体育大学教授，国际 A 级武术裁判朱瑞奇朱老师。主播好，这观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。这是一场61公斤的综合格斗规则的对决，画面上方，黑色紧身短裤的外国选手是来自塔吉克斯坦的拉赫马特，而他的对手是中国选手谢维，在地面翻滚。哎，谢维拿到地面站的优势位置上位。好的，这个项目啊，就是地面起球，哎，地面可以打，可以拿，哎，就是对方你服不服了，哎，谁服了就是谁输了。哎，所以这个我们运动员这个看看在上面也好，在下面也好，可能看看谁有优势。如果没有拿住对方，没有拿死他，这个这话呢，看看谁有优势，谁占主动，这话就评定就是谁胜负了，谁胜了。哎，所以现在呢，这个谢威呢是站在上面，基本上属于还一种主动的那种状态。哎，但是呢，这个不是说这个躺在下面这个拉赫呢，就是他也可以反过来摔他，反过来争取在上面，也可以打他，也可以拿他。齐胜了，谢维已经从侧向压制变成了优势的齐胜位，正面的齐胜了，齐着对方了，但是还可以打。对，但是对方是要从下位逃出来，对，逃出来以后看看怎么办。拉赫马特的，如果说双方都没打了，可以这个裁判就喊停，但是现在。这个四维呢还可以用踢他的腿，踢他的这个身上，但是不能踢头。哎，谢维是在下位低扫对方大腿，而拉赫马特也是在下位蹬谢维的膝盖，就是我一蹬你膝盖，你就很难主动近身做有效动作。谢维是要打地面拳了。哎，从目前来说，像谢维基本上属于这个那个有利的状态。哎，那个，哎，拉赫呢？现在这个站在这躺在下面，但是没有办法把这个谢威拿住，那你就相对来说就被动了。谢威还可以用拳打他，用肘可以击他，但是不能垂直用肘。谢威是箍住拉赫马特头部，不让对方在下位做十字固。对，要做十字固了，要做十字固了。这个要这方面呢，相对来说。要顾住对方比较危险，看谢威能不能逃出来一个逆向的十字固。好的，但谢威腿迈过来了，能够逃出来吗？但对方再做成正向的十字固。对，好，谢威逃出来了，又回来了，把被动化为主动了。谢威是侧向压制，然后再变成扶固，再转为齐撑。对，齐撑的话在下部的对手就非常被动，绝对不能放松。哎，这个对方还可以呢拿你呢，所以要看过，对，叫骑上以后怎么，这个还打他，赶快躲开。他要做主观年纪，谢维逃脱。逃脱了，因为这种情况，这个他仍然没有什么特别的，方便击打的动作，所以赶快就逃脱出来。而且拉赫马特的身体非常柔嫩，刚才上位的谢维控制住他的头，他还能虾行到对方侧面90度，跟对方呈十字相交的位置，做对方一个十字固，差一点降服对手。嗯，看，要抓谢维的脚踝，对，又要做十字固了，对方又虾行到跟谢维呈90度的十字相交的位置，要做十字固，又抓住对方谢维的一只手了，看谢维，谢维只要能翻过来就能逃脱，地面砸拳。这个看来这个拉赫啊，现在很善于这个躺在下面，怎么想拿住对方？肘击，这个但是并不那么容易。谢威呢，基本上在抗这方面的这个能力还是比较强的，对，还可以打他，对，起来，但是现在这个。谢威有点进攻乏术啊！我们这个在这种这个马拉赫的这个情况下，怎么样能够起来？你老在躺着，这个也不是个事儿。拉赫马特是跟着谢威转，谢威要转，拉赫马特在下位也跟着转，永远是正面面对对手，因为不跟着转的话，双方都不接住了，到过这个一定的时间以后，裁判就要喊停了，哎。下位的拉赫马特如果不跟着上位的谢维转的话，谢维一旦转到侧面，他的
拉赫马特的双腿就很难控制住谢维，所以说他在下位跟着谢维转。第二局开始，这个项目也是打三局，但是每一局还可以打五分钟。是的，站立式和地面式加起来，哇、这下后手重击，打了对手头部和身体有明显的位移。对，现在这个，看来、哇，又是下后手重击，再来一下。思维看了，谢维谢维的足关节踢、这个，哦，差一点足球踢。拉赫马特必须跟着对方转，永远正面用双腿面对对方，对，不然的话啊，要空中过腿。这个动作啊，现在他正好打他这个谢维是越打越飘逸了、拉赫呢现在老是这种被动的在下面，只是这个战术啊，这个特点呢、他是属于一种被动状态。对，地面砸拳，可惜打中的是胸部。那个我们这个评判的标准呢，就是你躺下的时候你是不是有优势，这个站立式的有没有优势，哪个时间长，你比如说五分钟，你有三分钟到四分钟都在这么躺着，把谢维蹬倒了，那你这个肯定的被动了。看出来谢维的拳法的那个速度和爆发力是超过对手的，对，多次后手直拳重击命中对手。是的，所以现在、这个、又是下后手，这个后手拳的给打的都发挥这个直线的、如果拉赫马特再轻易出低扫的话，极有可能被谢维的后手直拳给 KO 掉，因为已经吃了三下了、防爆摔防住了，防爆摔，对，锁住，锁住，那个应该是个要看看这个锁住，两个胳膊都没进去，但撤出来了，撤出来了，这种锁住这个可能就大小多了。好，谢维是切膝要过腿，一旦他过腿，对方两条腿控制不住他之后，谢维在上位的话，无论是攻击还是动作转换都会更加的得心应手。对，这个是不，谢维是有优势的，你在躺下的时候你谢维已经过腿了、要避免他反锁，夹你的胳膊夹你的头，这样的话有机会再打他，这样的话那个就是基本上表现你的主动了。谢维现在已经到了侧向压制的位置，把左膝盖跪在了对方肚子上，而且下位的选手双腿已经没法像刚才一样控制谢维了。对，我们避免他利用十字固的办法，拿住以后就好了，然后其他的有机会就打，这总体上来说你是占有优势的。膝撞，膝撞头，这个谢维总的来说，这个横向的这种跨住对方是很难用十字固的办法来锁住。对，这个从这段时间来说，这种骑在上面，谢维是有主动性的，是占有优势的，但是千万不要被他拿住，被他的十字固锁住。对，有机会就打。没有机会就摁住他，这样的话呢，这个也是一种好战术。地面膝撞头部。看来拉赫呢在进攻，在站立式的踢打动作没有优势，他就采用了这个躺下来的办法来这个对抗。但是瑟维呢也不是吃醋的。谢维拥有膝盖跪住了对方防守的左臂。对。呈十字架控制的姿势。他顾不了，现在就是谢维这个动作还是很主动，要打他。对，谢维要做美式肩锁了，做肩锁针对对方肩关节的反复击，白了，对方口头拍垫认输了，对，认输了。我们也很激动啊，谢维不错，很有优势。接下来
宣布比赛结果，红方选手第二回合3分53秒降服